十五届台北电影奖百万首奖，得奖的是《钻石水族世界》。恭喜！以极低的预算，横跨多年的时间，坚持不懈完成制作，在大量的拍摄素材中，梳理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寻求翻身致富的生命历程，并以真诚态度打动人心。今天非常幸运，然后非常谢谢让台北电影节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边，然后跟众多的电影工作人员一起入围今年的台北电影节。然后刚刚我忘了感谢廖赏，你很温柔的跟我说过，让观众知道我心里的纠结没有关系，这个好像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，于是我就一路任性到现在。钻石水族世界是一个台湾人到东南亚发展的一个故事，他讲了很多关于信任、关于爱、关于宽恕，然后到最后我也进到了影片里面。那这是一支很好看的影片，它虽然有155分钟，我每个影展都会这样子讲，但是它非常的好看，有了100万，我可以好好的推片了。谢谢台北电影节，然后请观众就是给《钻石水族世界》一个机会，我会好好的把这支片子带给大家。谢谢，我想大家都肚子饿了，我们赶快去 after party 吧。非常恭喜，来请四位留步，请四位留步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到台中间，百万首奖，我们到台的中间来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热情的参与，也恭喜所有的得奖者，再给我们彼此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哇，这一刻还是来了，非常非常的不舍，但是我现在呢要来宣布第25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顺利落幕。所有电影人，台北电影节我们明年见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